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财团法人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，我们是政府跟工技区协会成立于民国82年的法人单位，那我们至今年已经有31年的一个历史了。早期从机械手臂的控制器的核心的技术开始研发，到现在研发到我们双臂的机械手臂，哦，那以及还有我们现在做的双臂的协作的机械手臂，可以远端应用，跟包含说我们这边可以快速的来做交点，然后协助使用者更简易的来操作我们的机械手臂。那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摊位上呢，主要就是透过这个 MR 眼镜跟这个机器人结合的应用。那我们传统在这个机器人上的这个校点的话，可能会耗费许多时间跟能力，那透过这个 MR 眼镜的话，直接在这个环境上面去做这个虚拟球，透过这个拉动这个虚拟球的末端点，就可以节省这个传统校点的时间，更有效率。那这个延伸应用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眼镜在其他地方可以联网的地方去做这个连线，也可以达到这个远程管理跟操控。